别打选择，他也没13个刀，我们也不吃，看上去很亏，其实还好。这个近战兵他会升二级，一个远程兵加一个近战兵，我们需要再来一个远程兵，不被压经验就不亏啊。他这个眼放得也很细节，他知道我在里面，因为他从这边过来的话，我不在这个草就在这个草，只有这两种可能。 所以必在其中的一个草丛啊，这种情况下不要往前走，它可能会学艺。虽然说概率不大，这完全没可能。斜车二道往后移，他想拉我，这个时候往前后骗他的外圈坑啊，往后走，别给他打。这波前三级就算对线成功了，他就12道。 他回升，我们要去打断他一下。打断他其实不太赚，还不如自己好好补刀呢。你们害人害己，不太赚呀！打断他，可以给他回，他回家也买不了什么装备。400块钱撑死了一个红水晶，我大概率诺手会补鞋子。 因为诺手手虚的，就是这个鞋子，没必要打断他了。其实我炮车没了，应该有400块吧，要不长剑鞋子，不假的概率很低。假装要打他，我们其实是为了骗他的意，他意到我们，他就会开机炮了。这位置不好哦，小心被拉到要出大事了。打他一下，往后一，可以了。他再硬追就要出事了。 别急呀，急就会出错。假装要补这个刀，炸弹往后一，哎，三分钟，闪现拉开，追不了我们。虽然他有意，他意不到我们。操，被针对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两个人我这波操作了，三个人那就没办法了，走过来还踢回去。没办法，尽力。 经验亏了很多，别急，汉大招新手别急，哎，平 A 起手，遇到 W， 第二段叠这边三张 Q， 先弃。 一定是平 A 起手，就技能歪到我这个程度都能杀他。这波技能其实歪了，但是由于我是平 A 起手，伤害就够；不平 A 起手伤害就不够。断他的路，把他越了，他炸了。这波我家队友在。
卡住他呗。哥们 Q 进来，死不了的，死不了。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礼。你怎么回去啊？做个人，啊，刚刚不是也是三个人抓上吗？啊，这只不过是其人之道，还治彼身。都是只抓一波啊，没问题的呀。做过的世界怎么办？哒哒哒哒哒哒，等那天，等下点燃再一个平 A， 那点燃多烫一会儿，再给他一刀。一直扭，对，打剑魔就是一直扭。躲下拉，拉回去。诺手也没闪，杀不了我。走了，这波无力再战了。买个扫描。这什么皮肤啊？那个冠军皮肤的那个金色炫彩。去年的 DRX 的皮肤还挺帅的。我在骗他的意。他砍你喽，往这边 Q， 再一刀，我就知道他要砍卡牌了，等我扛塔就好了。你看他死的就是你了，我死不了一点，我的评价是。原始人崇拜我，向我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们。剑魔不是不出木刃，一般还是可血的多吧。现在行情不适合出木刃。
回，想拉回我。你还有待修炼啊，有点稚嫩了啊。都说自己是鱼啊，好吧，大师也是鱼。大伙这样说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呀。没有啊，我在专心的操作啊。骗他个闪吧，我大招很快的。啊？死哥，我要的只是安静。撞墙了。不是补到了吗？为什么发问号？补到了呀，补到了呀，大伙可能没看见，刚刚直接加80金币啊，补到了，补到了，补到了。可能大伙卡了，没看见啊。比赛开始了，我抓紧打完。那我抓紧推了吧。
我队友呢？队友怎么都没了？我怎么上？我很脆的，哥，上不了这波。 我真不肉，我真挺脆的，别急呀、啊。对面很尊重我，三个重伤。 装备还是有点弱，主要这把优势太大，能随便玩 ，CD 鞋破剑者加这个纯答辩装备都是。 你也知道是答辩。 能赢就是好答辩啊！输了，对吧？都什么都别说，那我还是把它做掉了呀。能赢就是好答辩啊！这英雄适合切他们后排，这装备不适合打诺手，打诺手得出黑切的。 分带，分带。我这炮车可是破剑者加强过的，很肉的。 带线去，别出破剑者搁这团建去了。开塔真的很快啊！
拉我，哎，不给拉，他想 Q 我就给 Q， 吃个大大招，大招，别，大招六。给你来刀，哎，可惜拆掉了。本来准备给他来，他来刀狠的，可惜了。好的，那么这个怎么建模打弄手也大概给大家展示了一下。